他孔雀不出就会被你拥抱，打一个招呼也只是出于这啥呀，这是撤了两个吗？完了以后你都是用四个手机同时看直播的吗？还是电脑上一个，还是两个电脑两个手机？但是你看你这个说话的性格那特哥们儿的内容，这对呀、啊、但一只手机而已，一个手机上这么多号挺像的，不像啊。不是你怎么整的，教练应该去开播了，太排面了啊。你守护我家江岩呗，你守护我家江岩呗，我来去跑骚去，好玩，这他妈确实好玩。你给主播估计整的都一脸懵逼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，谢符号哥的小铃铛。
我操！我他妈以为猫炸了，吓死我了！我操！你太过分了啊！我擦，咋了？这不是咋了？咋了？咋了？欺负人吗？操！我都郁闷了。啥玩意儿就受不了啊，受不了！我在那坐着啥也没干，你就受不了啊？你男人得有多吓人呢？我又没有嗯啦啦的。谢谢啥？想做我的守护狗？我想要的是守护，不是守护狗。加我，妈的！我每次想上乖乖的床可他妈难了。胖哥，你还没睡啊？我操！那个铃铛响，你让我一个一个点点，怎么了？谢关注。真的还蛮白的，我操！谢符号哥哥的领导，我一个性冷淡的人，你送香蕉？刚才不是爱宝宝，怎么现在又10000个领导？一会儿通关了，通关是什么意思啊？帝王套吗？谢谢乖乖的帝王套，谢谢大哥帝王套，我要陪你去睡觉。
我操，